听到远方的钟声，这就是所有的圣女石岛这个教堂东正教教堂的声音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刚好现在是12点，刚好12点的部分，12点的钟声，来听一下12点的钟声，敲12下。所以代表这个里面的东正教的教堂是活动的，很高兴我们这边停留有30分钟。OK， 好，我们慢慢往回走了。